宝贝，今天我带你去吃个苍蝇馆子呗。啥玩意儿？你要带我去吃苍蝇？苍蝇馆子。哎，走吧，你去了就知道了，老好吃了。Nice。喂，这个怎么读的？你再读一遍。这个是鲜串串油蘸串串。咸搓搓油卤串串。就是我来带你搓一对儿啊，搓一对儿，我认识那个。你找啥呢，宝贝？这不是苍蝇馆子吗？哪有苍蝇啊？苍蝇馆子的意思不是带你吃苍蝇，宝贝。哎，行了，你坐着吧，我去给你取串去啊。哇，串好了。哇，今天来搬家更好吃，这日都串很细。好嘞，谢谢谢谢。我跟这给我吧，我弄吧。你会弄吗？怎么弄？你这也不会弄啊。等一下啊。马上就会了。快点，我都馋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个太香了，老公。你这口水都流出来了。是啊，给我饿的。搓一搓。太香了。来吧，宝贝，开饭。我先来这个吧。慢点，哎呦。擦擦下巴。嗯。老脆了，好吃吗？这脆脆的是啥呀，老公？这我们中国四川的一个特殊的蔬菜叫贡菜。贡菜，好吃吗？太香了，老公，这个香菜牛肉你拿的太少了，你再给我拿点，特别好吃，我爱吃。行，马上给你取啊。嗯。好，大家小冰箱看，这是红豆双皮奶。嗯。这就是水鸡块。好嘞，谢谢。宝贝，你别干吃那个呀，你尝尝这个鸡块。啥玩意儿啊，鸡块啊，鸡块吗？黑乎乎的，我不吃了。老好吃了，你就吃那个甜的。你骗我了啊，是吗？没骗你，这个就是鸡块，特别好吃。那你先吃一口。我看看去哪吃。哎呀，看着没，真能吃啊。嗯，这不鸡块吗？真是鸡块啊。那我也尝一个吧。怎么样，特别好吃。嗯，我能骗你吗？你老公从来都不骗你，自己没点数啊。老公，这啥玩意儿呢？这个是我们中国冰淇淋。嗯，老好吃了。好吃了。没有这样的冰淇淋。那当然了，中国冰淇淋俄罗斯哪有。老公，以后我天天带我吃苍蝇馆子，这玩意儿可挺好吃的呢。我好养虎啊。老公，我等你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到现在还没给我送礼物啊，你啥意思？送啥礼物啊，宝贝？送啥礼物？今天不是七夕吗？现在都晚上了，你还没给我准备礼物？你们俄罗斯有七夕吗？没有啊。那你们俄罗斯都没有七夕，那你俄罗斯人要过啥七夕节？对不对？那七夕节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。那我们中国人过呀，你们俄罗斯人没有，对不对？那也对。那也应该说，今天我过七夕节。对，我不过。对呀、啊，你得给我买礼物啊。然后我给你买礼物，你要啥礼物啊？你说。哎，这都晚上了，别买礼物了，你给我拿红包意思意思得了。Nice。老公，我吃饱了，我想吃点水果，你去给我拿点西瓜呗。你要是想吃水果，你就自己拿，听见没？你要是不自己拿，就别吃啊。嗯，妈，我闹玩儿呢吗？闹玩儿呢。我俩跟人闹呢。老公，快点的。咱们到底干啥去啊？跟妈妈。妈妈带咱们去给宝宝买金锁、金镯子。金锁？啊。啥东西啊？就是宝宝要的，你快点的，人家搁客厅等着呢。不要，老公，我不去，你早说呀，这能让妈妈爸爸买吗？不能，都得买，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。你赶紧的吧，别磨叽了，快点，走吧。收拾完了，走吧。走吧。周指导先拍点照，来，换换动作。哎，好嘞。
直溜的。直溜的。有那个粉丝说吗？我想谁？哪个明星？忘。啊？忘。你怎么忘了呢？那个叫、王丽。王丽。对，他们都说了。怎么是大明星？厉害得了，那个叫王。先买完东西再拍呗，这行吗？我喜欢这个，一下就看中这个了。嗯，你看中这个那就来这个呗。这个跟我的有点像，一对就是来一个还是一个？上面写的什么？他这还写了，长命百岁。哎，你还认识的？这个好意思，很好的意思，就买它呗。这个锁挑大的选，挑大的。你选，你选吧，挑大的选。买一个锁，然后再买一个坠儿啊。买个锁，给我套进去了。我又来一个。这个行是不？看中哪一个呢？我不耐，我不耐。我想刚才那个，这个吗？对。拿过来我看，这个五宽，就刚才你选的那个，是吗？嗯，有点小。这个小啊，那是你的。老公，我就想要这个。那这个有点轻啊，你让人买一回，咱不得让人买大的吗？你怎么好意思说这话呢？我刚才给那个手镯换了，12.495克的，原来那个4克，这回换12.4的。手镯是9克多，没事，那得好贵吧？没事，不用管了。别不好意思啊，超过预算了。我跟你说，这种机会没有太多啊，生回孩子只有这一次机会，咱们得抓住，知道吧？我们以后还会生孩子，那每天我跟你说，他家就是这个锁最大的就是这个了，12克是不？要再大的，咱就选更大的了。还谢谢妈妈爸爸吧，谢谢妈妈爸爸。没事啊，我孙子是应该的。倒计时还有一个月，咱们今天来买母婴用品。我操！我操！不是，冒着雨，我差点掉下去了。有个表。有个表，我现在看看我们都要卖啥。很多。行，那你来吧。开始吧，走。开始，我有点。啊，这小车给我吧。对，谢谢。哎呀，我的逼呢？哈哈哈哈哈。这种的话，直接吸管的就会比较方便。啊，就是摁开就。刚出生的小孩也可以用这。这个是你用的。这是你用的。躺着的时候不得劲儿喝。啊。宝宝喝那是奶瓶。可以，也可以，我想一个。这种。这个是多少钱？折完了应该是50多的，这行啊，还知道问价呢。行，对，可以便宜点吗？这个都有折扣，一会儿可以注册个会员，会员有会员价。来，放里吧。小剪子。选小衣服。差不多了。如果热的话，可能还需要再穿短袖。你看这个小衣服。哎，家里衣服现在好几套了吧？一两套也没多少。那个谁不还送你两套吗？啊，是4-5套，6套。但是我还想买呢。挑吧。宝宝洗澡的小浴缸，怎么说呢？那玩意咋说啊？盆吗？那盆。现在不用买吗？不用，现在得买。那不得回？那不出院以后再买吗？你在家里给他洗澡，你在哪里给他洗啊？啊，走，来。宝贝，咱们是不是得给宝宝买一点奶粉呢？为啥呀？我自己喂就行。怕宝宝饿。啥玩意？你刚刚悄悄的说什么？啊，我说医生说的，让你准备一瓶吗？我记着医生说让准备一瓶。是吗？嗯。我没记得，我觉得不用，我自己喂就行，够了。宝宝不会饿着啊。
今天买了这么多。给我一个袋子，我想拎着。给我。那个重。那个哪个重呢？都挺重的。是吗？那你。